靠这物业物件哦，啊，是这个啥新闻哦，啊，就卡坏了，啊，卡坏了，那不行哦，我这个情况就好哎，哦，我们卡坏是不怕你查了，不怕家里问题，家里问题大，你就不不应该，他说，物业的租金多少的东西不行，不比较新，我租户来下面的公物业，我按这个申请的物业。现金哦，这重金哦，现金哦，重金来占掉的啊！他拢用个条牙签哦，来做代志啊！哦，我们那些用钱来做代志，啊，用这个，这个，也就是讲，这个下面钱、红金、啊不现金、这个金啊、黄金、银金、银金就是金条，金条嘿，黑白的，像迄正钱一块，黑白的钱啊，黑的钱来代替来占用他的那个用金申请的物业。我讲公司有上厉害，哦，啊，等你，就每届不正宗的思想哦，拢叫占掉的啊，啊，像啊，那个李家良哦，业绩去的是哪二万啊，五千块钱哦，就照那业绩去行，就快错了。用那个七六呢，啊，差你一寸，哦，啊，实在讲也是不便宜啊，我错的啊，那是什么啊？什么啊？叫错的啊？那钱硬嘛，好食哦，还是会串的。啊，是串的，而且嘛是了袂了，咱的作业咧真严重，拢无食。所以咱这个，为了做一种匠心，不免是蛮多。这不是，意思是讲咱下心量，咱慢慢大家讲的，讲这个，先参考，讲要写咱的成本，啊成本，要写咱过，这。这地标啊，地标是讲什么价格啊，贵。